子彈咧，佢套招咧係好好嘅，嗰、那個詠春嘅手法啊，佢打得相當好。近距離的體驗了他速度之快，力量之強，確實很厲害。他真的花了很長時間去學習這個球，每天練。所以你练了手以后，你自己打出来，你一做出来啊，就不像是现学现卖的那种。咁我好欣赏佢，佢由未从来冇学过咏春，到佢好快就能够将108式打个无人桩，好快又学到好纯熟，兼且喺咏春同门嗰度，佢都要同佢打得非常之好。我的感觉系打得十分好，唔止我咁咁有咁嘅感觉，好多咏春嘅同门。啊！都懷疑甄子丹係咪以前學過啊？學咗好耐啊！嗰、那個木人裝打得咁好，能夠媲美現在搞緊功夫嘅書童等等啊！